Hello，大家好，我叫周彦斌 Bennett，我于2014年就读于台北基督学院英文主修，在台湾的两年时间里，我完成了 AA degree，接着我申请了 Mississippi College，开始了我在美国的求学之路。密西比学院于1826年建校，今年将迎来第191个校庆。我们有80个本科学位，50多个研究生项目和多个 PhD 项目，给学生更多专业的选择。我现在就读的商学院荣获 AACSB 的认证，全球目前只有5%的商学院获得此认证。我们学校的法学院和护理学院也是非常有名的。Mississippi College 在最新的 Best College 排名中，本周排名名列第一。Mississippi 州长历届州长中有4位毕业于我们学校，众多的杰出校友中不乏有参议员、众议员、CFO、CEO 等等。我们学校教授学生都非常的友善，小班化的教学模式也让教授可以关注到每个学生的学习状况。我们本科每年学费为29,502美金，其中包括了住宿、餐饮、书本、保险等等。对于新来的国际学生，国际生办公室也特别颁发了1,600美金的奖学金，所以选择 Mississippi College 让你的决定物超所值。同时我也非常感谢美琪老师在我申请学校的过程中给予我的各种帮助，甚至他在出差期间也抽空回我邮件帮我解答各种问题。如果你对密西西比学院感兴趣，有任何的问题你都可以询问美琪老师或者是 Facebook 联系我，我们都很乐意和你分享我们在密西西比学院的点点滴滴。Mississippi College，欢迎你的到来。